在这个游戏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要在这里谢谢这个赤足游戏公司首发老吴这个试玩体验版，让老吴在这个游戏还没有正式推出之前呢，就抢先的为大家呢来录制这个影片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在看着这个影片的话，老吴很有可能都已经玩完了，老吴会尽快的把这个系列给剪接出来。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台湾独立制作的这个恐怖游戏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点击订阅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起立敬礼，开始上课了。老吴之前呢，在这个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有玩过两盘这个游戏。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，我建议你呢先去看，我会放连接在这个影片下方，还是在这个右上方这个感叹号那边，你可以去点它。这完整版终于推出了，尹老师一样的，其实它开头是一样的，这样有哪里是不一样的？我们又跳过这个画面吧，这好像一样的、啊、又在重玩了、啊、我们又来见到小妹妹了、有人告诉我这是谁，这是台湾国父老吴还以为他是校长拍谁啦拍谁啦，哎，回来了学姐。可是他没有讲，试玩版没有讲这个男生为什么会死掉啊？这两个月逃不出去，躲在一个教室了。这里有跳过吗？之前这两个这边坐在这里的时候，啪啪啪啪啪之后呢？没有。然后那个男子就死掉了。这里有跳过吗？为什么这个会死？所以是这个女子杀他了吗？哎，这里可以站起来呀、啊！这里不一样了，这里不一样了。为什么这个男子会被吊起来？我可以出去吗？被按了门先，等一下，小妹妹啊，电话打了吗？真有趣，快去！哦，还要去辅导室啊？那个到最后我们没有进到辅导室，辅导室里面有什么？承认我们现在去辅导室了，自己走去。我死掉，我死掉，进不回去啊！哦。又来了吗？又来了，等下那个望娘又来了是吗？那只鬼又来了是吗？那里，我不知道按什么东西，按什么东西平静无息啊，忘记了。先走了。陈雷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发梦还是怎么样？我不能跑了，我狼嘞，狼嘞！他的脚步声。勾起心中的一丝信念，时间悄然停止，世界分崩离析，转眼间虚无已将我吞噬吗？不要这样子啊，老吴的怀疑不及格了，要我讲几次？又是一样啊？为什么是霸凌事件吗？又是这个？我可以走出来走几步？看，又是回来了。为什么又来了？为什么突然间消失又？我都叫你不要叫钟婷，叫钟祥，你不要听，这里超劲呐！喂，钟婷，喂，钟婷，别吓我了，妈咪你啊，你困了，我的呼吸和脉搏，没人。校长还在聊天呢，天，我才敢是你而已，还没有啪啪啪你就死掉了，这是噩梦吧？发了心。你蹲下来，我一定要找出原因。应该是一样。为什么？问题是为什么他跟他是一样脸，没有呼吸了？快跑！又是你了！哎呦！有个问号了，这是。教室，给他喊住！我跟他挖耳屎！跟他挖一下耳屎啊！来，到了。这里呀、啊，哎，辅导室不能开呀、啊、门，然后来呀、啊，那只东西又来了，那只东西又来了，快走啦！看，一样了吗？一样了吗？哇！一样了。他的脚为什么？他脚受伤了，给包住什么东西啊？快点！哎，下面吵！
气好像很远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？啊，这里又回来这里了。辅导记录一样啊，就是这四个啊，辅导老师，这是什么？全部一样，这个又回来这里了，潮气啊，静止，好累，休息，休息，然后折上纸飞去，想飞到远方去。若人一觉醒来，对呀、啊，身在何处，就返回自己，作为自己，然后就回到那个学校。之前回到学校就玩啦、啊。我听到垃圾一声了，小狗不抓。哎，我起来了，我可以走了，正式的开始了。可是现在还是遇到那个韦中庭，之前还是之后？可是这个没有那个台湾国父的照片啊，这么说他回到啊，礼堂为什么变成降级了？那边声音在右边了，我不要走那边，我走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样啊。嗯，这什么东西？风声来了是吗？哦，是这个旗啊，可以升下来吗？旗的升而已是吗？然后走去哪里？为什么会来到几个鬼地方呢？啊？这样子的地方要走进去吗？笑死，大家都习惯了红楼。我的娘，来了，这什么字？这四个，这什么地方？门被封死啊！米利给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退下有一张纸条。画册就是写什么遇见又有新的怪了吗？一张图文策划，里头画着一个提灯人的掌人，若遇见鬼差，不与四目交，灯下勿奔走，见其附身则逼起，待其离去莫惊慌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如果有鬼来的时候呢，不要跟他面对面，然后等这个灯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就逃走，好像一只狗这样跑。如果看到他靠近的时候，就屏着呼吸，直到他离去的时候，不要慌张。哎呀，看到他就会懂了啦，老五，在里面了他。这是学校吗？生物？对呀、啊，是学校啊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怎么会有这么多？这些是什么来的？纸娃娃吗？天花板掉过大量的布袋戏偶。会动的吗？这在烧什么东西？火炉，烧掉这个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这不是这样用的，烧那个纸啊。铁炉，金炉哦。想起妈妈每次烧纸，平安的。哎，利益交谈。嗯，走出去先吧，跟财神爷。哈哈哈哈哈哈。真野出一个一天，哎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风景照相大问号，咦咦咦，就上去了。那右边还没走完呢、啊，这有灯笼了，一张纸，像纸条，策划黑白无常，又有一只啊。黑白无常下面两人的古代的棺材，这两字啊，模式执行过程中，带着守护的彼此承诺，不幸丧命。阎王感应有幸有意，这将两人奉为冥界的使者。据说将死之人会看到他们前来，他们是来收魂的、啊。这两个保存点，老子这两只啊，收魂。他说我要把什么东西给这两只啊，舌头拉拉舌头把它拉出来，一般来说应该是门神才对，但这怎么可能是黑白无常呢？怎么办？这里拿什么东西练？不能拿道具。哎，手握着，难道有什么东西啊？要走上还是走下？走上了。走上吧。这图书又有这一页，这上面灯笼来，灯笼了，应该哎呦，什么来的？是怎么样的他？哎呦，哎呦，那里很近很近，声音很大声，这里是进不去啊。
没有啊，放影视，可以看戏啊 ，yes， 可以看老吴的频道，谁要看老吴频道？视听教室，嗯，爱国电影，教官总是配合虎变，就滔滔不绝，不知道是有其他影片可以看啊？有没有一些日本的影片看看呢？哦，就是要把东西放下去啊，这是隔壁的教室啊，我们先去隔壁吧。贴在一起了，现在好像没东西拿了，不去，去隔壁看一下看看。咦，有这个灯。在这里，我听到有人，我听到有步声。哎，你为什么声呢？哎，自个人死生于度外。这个是墓碑吗？为什么放一个墓碑在这里？这个教室的重量，我想底下应该没有想些什么。香炉里有三柱没有点过的理想，拿走吧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是那个韦中庭的吗？这是钟吗？韦中庭，姐姐，哦，这是之后啊。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水。哟，这是什么？出现捉什么把？捉把仔。为什么韦中庭在这里？灯笼，闪亮灯笼。可以拿一个吧，周旭杰要到了。没东西啊，里面。没东西啊。快走快走！哎，我没有路嘞！哎，我拿箱，我拿箱，箱要烧给谁吃？啊！再打字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看着他吗？闭着呼吸给他走过吗？走走走走走过过！我没有气了，你赶快进来！不要吻我！我没有气了，我。没有气了。哎，哎，你做什么走进去？停！你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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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？为什么？他闻闻我的头发讲，哇，这个人三个星期没有洗头啊！糟了，没有吃他，我才没有臭死啊！这草魔臭草鱼，哎呀，他下去现在。箱是往哪里呢？诶，这怎么来的？这怎么来的？贵室的人像背着他这个 木牌，戴着头套看不出来是谁，谁被杀绑在这里？为什么学校的下面会有监牢的呢？血迹啊？这学校过后就被荒废了吗？什么是神炉吗？哦，插香在这里啊，插吧。举起我们活得像自己。哦，来了，这什么声？什么声？门开的，哦，应该是楼上。哎，是这里啊？可是这里是左边的，听到？哎，这可以进去哦，可以进去躲在里面做什么？啊，可以进去躲在里面干嘛？强调，哎，这是什么宝箱？纸钱啊，哪里烧了？守住啊！哦，他不见了，这东西不见了。来来来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啊？走过去啊？我不走过去不行啊！哦，不能进去的。咦，陈亮，前面这是跳起来呀、啊！停啊，走啊！啊，这开了。这有个东西、啊，拿它，把它拔出来。快找，快找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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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快跑！上！那东西是在楼上吗？我忘记在哪里烧了。这里吗？啊，是啊，在后面。来呀！只供上纸钱，请四方鬼神保佑一切平安。哎，然后呢？哎，这不是诸葛亮的扇子吗？什么来的？难道诸葛亮从这里面爬出来的吗？这还扫什么？雨伞。哎呦，这是我走过来的时候他咬了什么？不是啊，没有人走过来啊，他一直在咬啊。吸掉了，哇，听到，扫掉这个火，拿着这些插座，哎，这个好像可以打得到，不是吗？这不是到来了吗？惨了，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料。飞去哪里啊？飞去哪里了？为什么把我丢？这又是学校外面啊？不是重玩吗？没有水啊，这不是重玩啊？这怎么又跑回出来？耶！什么爬山？爬山啊！人形的东西放久会附着歹秘哦，依旧曾经，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婆婆啊，捡啊捡，实是世间人辛苦。婆婆，你去哪里？路已经崩，快什么回去放去学校学。婆婆，你腰痛啊，婆婆。要按摩吗，婆婆？还是屁股痛？婆婆，喂，她去哪里？我跟着她做什么？婆婆不见了，婆婆是鬼来的应该。哎，又跑了，人形的东西放久，又是她在这里干嘛？这个婆婆，二点不断积累，喂，日暮太快了，我开始失控了什么了？失控的流那个尿流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她想要表达什么？就是我不能过去哦，我刚才是死了吗？我要趴着，我又不能趴，这怎么样？我又不能，哦，慢慢走过去啊，憋着呼吸。可是这样远，我怎么可能憋着呼吸走这样远？可以哟，可以，走！哇，OK，哇！真的，那现在怎么样？这个扇，那这拿来做什么？这个不知道要干嘛哦，拿给那两个人的那个门那边吧。来了，这两个拿扇子插住给他吗？一个啊、哦，一个插住扇子，一个插这个，插嘴巴，放不下去，不是？好了，知道了，放这里呀、啊。OK， 这个插在这里，可以，应该可以看。哇，这里面有什么？我透了一股冷风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惨了！不，这是什么？不过学校里这街头都能看到，有老师办公室。嘿，应老师的，这是什么房间？先进去吧。应翠涵老师的房间呢？应该很多虫啊。他被白教官杀了吗？是里面的电话。Hello， 我自己打了吗？九，喂，报警啊！喂，蔡人911，喂，报警啊！没东西啊？哦，有一个橱，有点像是一把钥匙。顶楼啊！我们之前来的时候，之前那个地方顶楼一个篱笆铁门活住了，现在可以去了。前面是什么？禁止进入。为什么老师的地方会有？咦，这个可以按？这是什么？这间办公室被这个栏杆围起来了，层层的铁丝钢，不小心。为什么是谁把这个老师封起来？哎。是他。
一只虫。他该不会这个后面还有一只吧？我就惨了。呼吸，没有洗头了，没有闻了，大佬，草席屋啊！他脚都可爱啊，你看他的脚，他小过我，应该是穿三号球鞋吧？买一些鞋给你。他啦，这个拿灯笼了啦，还以为中秋节，哎，我现在可以出去哦。哦，音乐教室，惨了，我不知道走哪里了，越走越远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天冠着这个龙，这是一只布袋戏偶，头上戴着一个布麻袋，没有看过这种造型，可以拿出来吗？一个钢琴音乐，我弹什么音乐吗？哎，这个这有指纹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个键。这个是烧掉是什么？哪一个按？哎，老吴你蛮有音乐天分的。惨了，解谜了。这个应该有歌谱了吧？有歌谱我都不会看了。有歌谱我都不会看。那个指纹是代表是什么？还有其他路吗？先看后面。哎，这有一个东西可以开，主人上的灯关，可以关灯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广播室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可以打电话求救吗？细小的杂音，给听吗？这什么？录音室，平常是用来叫校内广播的，这也是接通了，可以播放啊。带卡式，哦，要放东西进去吗？这里面可以放啊。哦，这有什么？你看，这应该是来切换曲目的吧？通常每个卡带都录了四首曲子，有曲子我要跟着弹呐、啊，我要放卡带，先找到卡带，卡带在那个三楼上面啊，应该顶楼啊，还是这里有？咦，这是什么？这出不去啊，这是另外一扇门啊，哎，哪？这可以走下来，这也可以走进去，哇，很大啊，门开啊！哦，这是这里，哦，我可以上回去啊！这里，没有是放弃。上去先。卡带，找卡带。找，哎，怎么跟我一样脸的？我要找 A 片的，我要上来，我要放在那个播音室那边看，自己看一个人。真的，这什么？我看那个东西在上面，刚才不见了，我跑太快了。战雪啊，这个就是 A 片了，回去 yes 买起，哇，太多次了，不行。